员工餐时间到，大家今天想吃什么呀？哎，好的，我今天给大家点一个。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一个炸串，各种各样乱七八糟都点一顿。OK， 下单了。哇，这个白纸是为了遮盖住品牌的名字，整整有三大包，我们点了500多块的，但是我感觉也并没有很多。哎，城里的月光，这个好像演唱会打call的那种。一样的月光，怎么照得我原来的心慌？你留下最清楚的部分，继续寂寞孤单的方向。哦，你们是收得到我唱歌的声音哈？应该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点的是那个姐家的炸串吧？哦，这一把丰满，给大家配一个淋漓。看看水龙头关了吧。明姐，为什么换了一个账号，换了一家公司了？同样的问题还要再发生一遍。上一次在以前那个账号上面，咱们拍纯 K 特辑的时候，很好笑呀，我觉得。吃饭呀！哇。满意吗？今天的员工餐，都来了。这个这个边，还有小香肠，鱼豆腐，太棒了，鱼豆腐。今天总有我的份，好吧？你的人设，给你一个吧，摄像老师。哎，可乐，你们自己来接啊。好了好了，道具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就是显得我刚才那顿操作很无脑。来，家人们干杯 ，Cheers！ 干杯，干杯！我是巴卡。我最喜欢吃五花肉，这个真的很不好吃，强烈建议大家避坑。Happy Sister， 换一个供应链吧，这个不行。掌中吧。刚才出去了，我拿两串啊，中午没吃饭。我觉得你会被网暴，我已经预想好，就是评论区下面一定会有一条评论。虽然知道是剧本，但是还是很讨厌那个男的。无所谓。你这个杏鲍菇好好吃啊，有一股肉味。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主食吃，因为它面外面那层面粉还蛮厚的，然后里面还有包谷。OK， 今天是从员工的一天，我们下一餐再见。